这行又苦又累，还被歧视，何必呢？我觉得挺好的。开源案已经交给其他法院处理，你不得再接触。你就是想通过他来证明你秦明最牛逼的法医？因为我想找到事情的真相。真相？凶手？你就是凶手！我不会就难过了一下，难道你从来不会难过吗？秦明，快出来！如果不是你，大家都不